舞台。欢迎发卡。大家好，我是 SH40 的黎彤，谢谢大家。好的，黎彤哈，这边呢也有粉丝有提问要给到哈。这个叫做 ASM， 他说提问啊，如果以后有机会出更多单曲来东方风云榜表演的话，会心仪什么类型的曲风？希望能有更加热情的明朗的明快的快节奏的歌曲，因为我的第一支单曲它是一个比较抒情的音乐，我希望能够表现更多快乐的元素在里面，比较阳光，对的对的，正能量的一面哈。好的，还有这个叫做 Deck 要努力啊，他说卡宝，他说将来会办一场属于自己的演唱会吗？这个的话，如果有这个可能的话，肯定是会尽量努力，但是因为现在来说我的各方面还需要积累，无论是实力还是音乐方面都需要好好加油，所以我会带着谦虚的心好好努力的安排啊。对，要安排一下，我觉得可以先从 mini life 开始嘛。哇，可以提上议事日程，对不 对？给更多期待。安排上了。今天我跟你说，我们今天星光大道的这个风俗也好，习惯也好，就是风俗是什么？就是所有的歌手在这儿按在这儿都是立 flag。我们说让你们干什么，你们就要干什么。就是有一句话叫停在杠头上了，对，我缓缓离开，就按在这儿了。缓缓离开，往这边走好不好？媒体采访区，媒体。来往媒体区，来那边，好的，谢谢，好，谢谢，晚上好好表现喽，非常期待，期待你的那好吧，好。